师傅，请问今天晚饭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今天有糖醋鱼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好吃极了。你买一个吧。好。今天有没有红烧牛肉？没有，你已经要鱼了，别吃肉了，来一个凉拌黄瓜吧。好。再来一碗米饭。好。一共多少钱？糖醋鱼4.5块，凉拌黄瓜1.7块，一碗米饭5毛钱，一共6.7块。师傅，糟糕，我忘了带饭卡了，这是10块钱。找你3.3块。师傅，钱你找错了，多找了我1块钱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看清楚。没关系，下星期四再来。好，再见。